嗨，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主播老张，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在第133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嗯，又是一周新的一周过去了啊，嗯、也是变化挺多的，反正现在感觉每一周都是变化挺多的。嗯，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为国内的电影观众们稍微开心一点了，因为中国的电影院呢又都开了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时候听说的新闻呢，这刚开了一个星期还不到，然后又关上了。啊，对啊，所以我之前在想呢，这个阿凡达是不是会可以反超这个复联四啊？因为本来就是票数没有差很多嘛，票房的赚的钱嘛，然后这个重新一放的话，到底是阿凡达是就十几年前的电影，然后很多人新的这个影迷可能没有看过，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过，会就是借此机会去电影院看嘛。嗯，但是现在就没有这个悬念了，是吧？嗯，对，因为这两个电影好像一共就差了几个million的票房。对，所以说如果这样是同时放在电影院里面的话，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老张，你是觉得好像如果这两个电影都在电影院里同时放映的话，大家去看《阿凡达》的面比较大，是吧？应该是吧，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是十几年前的电影嘛，很多人可能没有看过，或者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影院里面享受过这种感觉了。而且这几年的话，就是国内的电影院就是翻造的也很厉害嘛，就设备越来越好了，很多人想回去看这个电影也是有可能的。然后这个《复联四》的话，再怎么说的话，也是只是半年前大家就看过了，所以应该没有那么痒吧。哎，这个不好说啊，而且我感觉好像是中国电影院在准备排片的时候，复联是一二三四这样连着排下来的四个电影都有。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热度的或者是个惯性呢，其实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不过现在也没有办法，反正是电影院重新都关闭了，跟我们悉尼的电影院一样，现在大家都没有电影院可去了，所以说只能把目光放在网络平台上。嗯，说到这网络平台的话，好像这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部电影叫《绅士们》，在网络平台上面可以看得到了，还是推荐朋友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因为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今年最满意的一部电影吧，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再回来听一下我们的那期节目。哦，我要补充一点啊，上期我们的那个节目《黑水》出来了以后，然后在两个小时之后被那个喜马拉雅平台给删掉了，给下架了。然后下架了以后，我过去就说了一顿，然后他们又重新上架了这个节目，所以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没有收到上周我们节目更新的 notification， 所以没有收听我们上周的节目。那么当你们听了这期节目的时候呢，现在你们听到我们说了，可以回去再重新听一下我们上周的那期节目，也是非常精彩的。嗯嗯，那么我们本周要讨论的片子是什么呢？老张，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我们要讨论的一部也是就是网络上现在可以找到资源的，这部电影也是挺新的，就是前几周还在电影院里面放的，然后突然之间电影院全部关了，然后这些电影全部都流露到了这个网络平台上去了。那这部呢就是 The Invisible Man， 隐形人。嗯，隐形人呢，这是一部来自于小说的电影啊，而且它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电影 IP， 这个书呢本身比较老，好像是1895年时候的一部老书，但是好像是在1930几年一直到1970几年呢，这个隐形人的这个概念被不停的在重拍。所以说我觉得好像我们身边的朋友呢，看过书的一定是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大家对这个隐形人的这个概念呢，应该大多都是从电影里面来的吧。对，这些都是最早期的这些恐怖片里面的角色嘛，啊，就是我们一想象就可以想象到这种黑白的这个吸血鬼啊、隐形人啊这些角色，包括金刚啊什么的，我们都是从黑白片的时候就是第一印象就是黑白片里面这种影像嘛，所以大家都是挺熟悉的。嗯嗯嗯，而且你别说这个书啊，我在很久以前的时候还真看过，当时我记得特别已经看了有一段时间了，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就是这个人呢，其实他改变了自己细胞对光的折射，所以说呢大家就可以看穿过去了。但这个隐形人呢，他本身在作恶或者是在行动的时候呢，其实是蛮痛苦的。第一是他不能穿衣服，第二是他不能吃东西，那么他的胃肠里面消化东西的时候，在外面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有一团东西在动，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就是只能是晚上行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行动，白天的时候还是要躲在阴影里面。总而言之，人是蛮痛苦的。所以旁人可以看到他从他的食物从食物变成屎的这个过程，是吧？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片子呢，是跟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片子其实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那个片子呢叫做 The Hollow Man， 是 Kevin Bacon 演的。嗯，
这两个片子呢其实有点相似，因为都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对这个隐形这个概念的一个重新的构想。所以说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片子呢是使用化学的方式让这个科学家呢变隐身，但是隐身之后呢他一不小心他是变不回来了，然后对身边的人呢产生各种各样的记恨啊，以至于愤怒啊，然后这个人呢逐渐开始做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伤害身边的人，最后呢被身边的人联手在一起把他就是基本上疯狂结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呢是2020年的这版新电影。这个片子呢在上映之前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好评的，老张你有没有听说过呢？我就是因为听了很多好评我去看这部电影嘛，因为本来我就觉得这个 IP 好像没有太大意思嘛，这种翻拍，所以本来是想跳过不看的，但是因为有大家很多人的推荐，所以我去看了一下这部电影，觉得应该还算不错吧，但是真的就是没有大家夸的那么好我觉得。你觉得是不是跟这个你已经知道这个隐形人这人是隐身的是看不见的这个名字有关系呢？就是说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已经是隐身的，所以说这个惊喜感这个悬念感就是有所降低呢。对，因为这部电影的话它是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就是这个女性的角度去演示了这部电影。那么他想做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悬念，就是这个女的到底有没有神经病，还是真的有隐形人这样一个人在这边。但是这个电影如果已经叫隐形人的话，就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有这个隐形人的存在，那么就是这个女的是没有发疯的，所以你就对这些情节一点悬念都没有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失败的一点，也许是在这个这个导演这个编剧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一度的去请求这个电影公司把这个名字改掉，不要叫隐形人，我们把这部电影叫做一个别的东西。那么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在看一个隐形人，所以到后面有隐形人出现的时候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前面的话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怀疑这个女的是不是神经病，或者是太心里面疑心太重了，或者怎么样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是隐形人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把这个观念摘掉重新去看这部电影，没有办法，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审美就是可能就是打了一个折扣。如果这部电影是叫一个别的名字的话，我觉得我们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的东西会是现在的十倍，所以非常可惜。就是这个名字本身呢其实有个剧透感。对，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如果这个片子要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片子叫做隐形人，那么这个女人在她身边发现她就是前男友啊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的时候，我们再会想，就是说有可能这个人呢会使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这些对他生活的这些干扰和控制啊。那么就是说最后当发现他其实是个隐形人的时候，可能是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感更强。那么现在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他身边什么东西没了，或者是突然之间煤气火变大了，然后刀子消失了，这种东西你已经知道他是隐形人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也就只是跟着屏幕继续往前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呢其实虽然说它执行本身呢应该说是比较精彩的，但是呢很遗憾就是说这个名字确确实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剧透感。而且这个片子呢本身它也是特别便宜的造价，这个片子啊好像是只有花了$7 million，这$700做这么个片子在今天好莱坞这个大环境里面其实是相当难得相当少见的这么一个这种形式嘛。对，说到这个预算的话你不得不提一下这个电影公司啊，这叫Blumhouse Production。 这个电影公司基本上他做的很多作品都是这种价钱很便宜就可以做出来的这种惊悚恐怖类的电影啊，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 Happy Death Day 啊， The Purge， 然后那个 Insidious 啊，然后我们以前谈过的那个玻璃先生，对，玻璃先生啊，还有那个解除好友什么的，这些都是他们公司拍的。所以感觉就是都是 OK 的电影吧，就是说不能说是上座吧，但是至少是都是还是比较可以的电影，但是就是他们的制作价钱特别便宜，所以就是他们的一点优点。其中但是他们不光是做这种惊悚类的，他们也做过很多这种比较文艺的电影，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就是那个Whiplash， 是2014年的，就是敲鼓的那个，然后里面有 J.K. Simmons 的那部电影，我觉得特别棒，是那个Damien Chazelle，他做完这部以后就去做的 La La Land 嘛，
但是我觉得我喜欢这部超过《La La Land》，然后它也是这个小制作公司做的，所以就是他们不光是做这种恐怖电影的，还有一部你比较喜欢的那个《Black Klansman》，也是他们公司做的，啊《黑色党徒》。对，这然是去年前年了，现在已经是前年了，前年出的一部电影，然后好像是包子前年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之一吧，是吧？嗯，应该是上了我的当年的榜的。对，那么说这个片子呢，我们现在看他的导演和他的编剧呢，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Leigh Whannell， 他应该是一个主要其实是一个编剧的一个人才。他导演的片子呢，现在看只有四个，但他编剧参就是他参与的编剧其实非常多。值得提的是呢，他其实是 Saw 1、2、3的编剧。他不光是编剧，他还是主创。就是 Saw 这个时候是他和他的一个同学两个人在墨尔本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时候，他们一个大学的一个 project， 一个功课这么一个东西，对对对对，他们拿出来拍了一个短片，然后把这个短片拿去了好莱坞，然后好莱坞砸了他们钱，他们才拍出 Saw 的第一集，所以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但是他们这个人除了就是做编剧啊导演之外，他也是做制片人的嘛，就是从第二集以后基本上都是他在做制片人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个演员，然后我们最早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那个黑客帝国第二集里面他有演一个小角色，然后前年的那个海王里面他也演了一个小角色，就是那个开飞机的那哥们儿啊，就是飞机里头有只羊的那个是吧？对对对，啊对对对，所以他是个全能的人才吧，算是一个。不知道他就是，其实对他演出的东西呢，印象不是特别深，有可能是因为通常他们参与拍摄的这些电影呢，都是小制作啊，然后就是制作团队可能是经常合作的，所以就会有这些彩蛋类似的角色让他这种人来进行参演。所以最后也大家混个脸熟，一起玩一玩呗。Saw 里面第一集的话，他是男主角啊，他就是那个两个人被困在一个屋子里面嘛，他是那个对年纪比较轻的那个，算是一个狗仔队记者吧，这样一个角色啊。另外一个是个医生嘛。嗯，但是看他这个履历表呢，其实他也是就是属于对这种恐怖片的创作呢非常熟悉，也算是他的就是强项吧。对。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他的上一部片子呢是叫做 Upgrade， 是我们去年讨论过的一个片子吧，也是我们两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也是非常低成本制作的一个片子。上一个片子呢好像是制作成本只有$5 million，$500万，那么隔了大概两年吗，现在我们2020年看到他的新作呢只有$700万，好像是这个成本也并没有增长很多。对，这两部片子都是在澳洲拍的，上一部 Upgrade 的话是在阿德雷德那边拍的，然后这部的话全部都是在悉尼拍的。虽然这个片子拍出来好像给你的感觉是在那个San Francisco 嘛，对吧，因为它有很多那个 stock footage 刚让你看到那个大桥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全部是在悉尼拍的，所以就比较便宜嘛。首先他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也不用去到处去取景什么的，他基本上都知道我要这个景应该在哪里拍，应该怎么样去拍。这个隐身人呢，就像你说的，其实他跟以前的这些隐身的描写隐身人的电影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以前的电影呢其实主要都是在关注这个人本身他是如何把自己变成隐身，然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他变不回来，然后最后他的性格一步一步走向极端走向疯狂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片子呢其实描写的是这个隐身人身边他的女朋友如何逃离这个男人，然后呢在这个男人隐身了之后呢如何给他的生活进行各种各样的干扰让他变得疯狂，让周围的人对他进行怀疑，是这样一个过程。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又是 PUA 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这个女主角就是她是一个 PUA 的这个受害者嘛，这个男的就一直是精神控制她嘛，首先要就是让他跟他所有的朋友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断离嘛，让朋友没办法救他，然后又对他的对他的人身自由对他的精神就一直在做打击一直在做限制。我倒是觉得像隐身人的这种电影其实拍起来是蛮不容易的。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总是因为已经知道这个人是隐身的，所以说他能够使用这个视觉手段就是其实本身是固定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电影里面有很多悬念啊，比如说像一些暴力啊或一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呢都是通过隐身人的这个主要因素，就看不见这个人的因素来的嘛。所以说是不是这个片子很难拍出新意，拍出花样来？嗯，对，就是我觉得就隐形人这个东西拍来拍去就老一套，就是说你其他的怪兽啊什么的你可以做得更狰狞怎么样的，但隐形人他能做到的就是隐形啊，他除了隐形以外他就是个人嘛，是不是？所以他没有什么更是可以让你做到恐惧的东西，所以这部电影唯一他做的就是从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去看这部电影。然后所以我说就是如果这部电影他不一开始不让你知道里面有个隐形人，你一直在怀疑这个就是第一人物这个女人这个人物的话他是不是有精神病，让你一直去怀疑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做的最好的。但是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名字的问题，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比较失望的一点吧。本来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有一个就是什么暗黑电影宇宙里面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怪兽啊，包括像什么Dracula 啊，包括像那个 Tom Cruise 的那个电影妈咪就是僵尸啊，就是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打算要做一个电影世界的嘛。其实隐形人也算是里面的一个人物，但现在看到这个电影好像应该跟那个电影世界完全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是 Universal 的嘛，这个是 Blumhouse 嘛，所以绝对是没有关系的啊。原来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对跟我差不多有这个疑问，就是本来以为隐形人应该是那个电影世界里面的人，但现在感觉好像是完全不搭嘎，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故事。嗯嗯，但是你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片子的执行方面其实还是对于这个成本$700万来说呢，还算是值得回这个票价的？其实他拍的非常简单啊，他用了很多就是很巧妙的镜头，就是一个空镜头，就让你感觉那边有个人物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最好的是一开始的半个小时吧，就那个时候你还是在怀疑这是不是他在打一个假象啊，就是这个电影叫隐形人，但是里面没有隐形人，我甚至在怀疑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女的看上去就神经兮兮的嘛。但是当隐形人第一开始就是在站在门外的时候哈了那口气以后，你就这个悬念就完全没有了。那后面的电影就是所有的过程对我来说只是走一个过程了，就是没有任何的惊喜，没有任何的悬念在里边了，这是我觉得就比较失望的一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呢主要还是看这个女生，因为我觉得隐身本身这个东西呢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人物本身呢，像你说的 Adrian 是这个隐身的这个科学家，但是他既然有这么伟大的发明，这么牛逼的发明，他为什么拿这个科技做的事情就是折磨自己的这个女朋友，这女朋友又不是长得很好看，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有点挺疑惑。但是其实这个电影里面呢主要是看 Elizabeth Moss， 你觉得她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表演怎么样？我其实没有觉得有多好吧，说实在的。嗯嗯，因为上次看这个演员的时候是在看 Us 里面，他是演那个特别白痴的那对白人夫妻里面，对他没有特别好的好感。然后这部电影里面就是说他演的是 OK 吧，但是我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因为这部电影的话其实说实在的只给了这个一个人物有一个人物的一个弧线在那边，对，是吧，从一个受害者走到一个就是他怎么样去克服对手。但是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比较差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男的说的有多强，就是精神控制他什么东西，他在想这个女的在想什么东西，这个男的都可以猜测得到，就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角色。但是就是说你知道吗，就最后的话为什么那么傻逼呢？就是你知道吗，他怎么能打得过那么强的一个对手，这个电影是说不通的。因为他可能一开始把这个人物太夸大了，把他说的太厉害了，嗯，你知道吗？你是说就是最后当这个这个女的叫做 Cecilia， 她回到 Adrian 身边去，两个人一起吃晚饭的那场戏吗？对啊，嗯，那个地方是不是就是觉得好像是 Adrian 作为一个控制狂，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这个女的已经回来向他卑躬屈膝的说我已经不想再被你折磨了，我希望能够回到你身边，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有那种就是胜利的这种冲昏头脑的这种感觉呢？我觉得不应该啊，如果他是一个就是能够就是他只要看到他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的人的话，
他应该能看得穿这一切，他回来是很假惺惺的，就是跟他之前的所有的这些表情什么的都不一致化，就是表明的他是有计划的回来的。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女人呢，她其实是因为 Adrian 是这个研制这个隐身科技的科学家嘛，然后这个一电影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跟以前不一样设计呢，就是说这个隐身呢其实是通过一件衣服来实现的。那么这个衣服一共有几套，他自己心里是不是应该有数？有一套衣服不见了，他应该是知道的，对吧？对啊，而且他应该是在背后监视着所有的一切的，是不是？那房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应该看得到的。或者是这个事情，这个女人来了以后，你要不要去查一下自己的衣服是不是少了一套啊什么的？完全没有。嗯，然后这个就是特别的扭曲，而且就是你知道这个人设。就是这个隐形人是24小时一直在这个女的身边，而且这个隐形人剧透一下啊，是他兄弟，不是那个男的本身，是吧？是他的弟弟。然后这个弟弟就那么闲吗？没有别的事吗？而且这个弟弟为什么对这个女的那么了解？知道吗？能知道他一切的想法，就感给你的感觉就是不是他弟弟，是那个男的本身，因为这个男的本身对这个女的特别了解，对不对？那如果换成弟弟的话，这个弟弟不可能对着女的那么了解，可以这么样的去吓唬她，可以这样的去捉弄她。而且他真的是，就是你有这身衣服，你不去干个别的，你就24小时围绕着这个女的，你就是你不通的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电影的话，你觉得很惊悚，但你作为一个就是用逻辑去想一下的话，是不可能的。你多累啊！你对这种控制狂的这种人的行为，我觉得应该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标准来要求吧。而且另外一个，我在这一点上就是理解跟你可能有一点偏差。我觉得整个这个电影的总体过程中，其实都是 Adrian 在做这个观察这个女人的事，只不过是当他发现了这个女人呢，Cecilia 已经怀孕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准备安排，就让这个 Cecilia 可以合理合法的回到他身边。这个时候，他才决定牺牲他弟弟，他才会把他弟弟，就是给他弟弟设这个局，让他弟弟出来做一点这个事那个事。那之前呢，就是说真正就是每分钟都在这个女人身边观察着她的这种事情，其实应该是 Adrian 自己想要去做。不然的话，他这个假死没有任何意义嘛。对，那我觉得就更不合理了。就是他弟弟的话，就是他，因为他弟弟一直说他哥哥也是在精神控制他，那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弟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这样24小时跟着他。但如果是这个哥哥的话，那就更没有道理了。你有那么多的钱，你那么聪明，你可以去征服一个很强的女人，你不用去就是老对着这个已经是你被你征服过的女人一直围绕着她，你人生有什么意义？真的就是我觉得很浪费，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片子对我来说最大的破绽啊，就是 Elizabeth 的颜值。因为这个 Moss 呢，他已经是38岁了，这个演员啊，就是他已经将近40岁了。后来我们在看到 Adrian 的时候，那小白牙笑起来歪这个小脸，感觉好像跟高司令之类的人颜值差不多，就是其实是个非常帅的一个年轻人，对吧？那么就是这个为什么他对这个阿姨一个阿姨一样的卖相的这个女人有这么执着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如果挑一个女演员就稍微颜值稍微高一点，可能是这个可信性会高很多。Elizabeth Moss 的她的演技在这个片子里面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她有几个比较亮点的地方让我觉得挺满意，比如像最开始的时候，她把这个就是黑人警察爸爸带着女儿走了，然后她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面，然后她地上撒了很多这个咖啡粉啊什么的，然后她说，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我就是想离开你，当初我走进你生活的时候也是属于就是在一个晚会上一不小心撞到你，然后就是两个人相遇了的，就是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你就让我离开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走得这么过分呢？就是那个地方让我觉得他演技其实是非常非常在线的。那么后来呢，有几个地方就是体现了他就是在自己的性格方面呢有转变，从一个完全是受害者的一个人慢慢的变成了一个自己有行动能力要反抗的人，这个转变过程在他身上也是体现的可以的。所以这个片子里面我对他的演技我是挺满意的，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说长得实在是有点丑有点老，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主角呢长得这么老，是我们比较不是特别理解的地方。你看这个时候的话，很多别的听众就要出来了，哎呀包子老拿人家女人的这个长相来说事儿什么的
一天到晚说啊，这个女人这个整容，一会儿说这个女人丑什么的，所以就是。嗯，是不是会觉得你特别肤浅 啊？对，其实你知道我在看女演员的时候，我总的来说对女生的颜值不是特别在意，我觉得只要这个女生演得好其实是最重要的。但在这个片子里面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毕竟你在 cast 女演员的时候你要稍微有一点注意嘛，你想找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在就是这个男生啊是一个长相很帅，然后非常非常有钱，想想他海边的大房子，非常非常有钱，然后在科技上非常非常有成就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让这个人能够对这个女人非常忠心，就不是说忠心嘛，就是非常关注执着的去在乎她，然后以至于去牺牲自己所有的东西去折磨她，那么这个人呢多多少少这个女生在选角的时候好像是多多少少给我们观众一个理由吧，就是说她为什么会投入这么大去折磨他？就这个男的等于像 Tony Stark 一样的是吧，然后就是说你这个女的这个颜值怎么可能就是吸引到这个 Tony Stark 这一类人物的这个眼神呢，而且是说在一个 party 上面就是让他吸引到他的，但是就是如果你是这个 party 上面最漂亮的女生，这个 party 有多糟糕啊，这个男的怎么待得下去啊，是不是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完全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像这个 Adrian 这个人呢其实也是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人在屏幕上出现的时间不是特别多，但是呢这个人总的来说呢还是感觉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就是包括他后来他说是吧，其实已经发现这个女人呢在偷偷在吃避孕药，然后这个避孕药呢被他换掉了，然后仍然没有说什么东西让这个女人的避孕失败，就类似这种事情呢其实是挺多的。而且像他跟他的弟弟两个人合伙去骗这个女的嘛，这个弟弟其实是个律师，然后说其实你看他的骨灰其实就在边上那个瓶子里面，这些细节他都已经设计得非常好，而且其实就是要把这个骨灰这个东西放在那里面，让给这个女人造成他在现场的一种不适感，就这种东西呢其实在片子里面呢设计的细节也设计得非常非常精密的。所以我对这个片子里面这个 Adrian 这个人物呢我也是觉得其实蛮满意的。嗯，主要就是说这两个人，我不觉得，就一开始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觉得这个 Adrian 好像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物啊，是吧？追出来朝着他大吼，然后一拳把那个车的玻璃都打碎了。但是到最后出现的时候又是一个斯斯文文的样子，反正就是 Adrian 这个人物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给我特别无感，没有一个存在感，包括那个演员长得也不是特别的鲜明，你知道吗？不是那种五官特别鲜明让你一下子就能记住这种演员，所以觉得特别无感。然后他弟弟也是，他的弟弟就是说出来以后好像是个武功高手啊，就虽然他是隐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跟那些警察跟那些保安打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招可以制服别人的。就是他抓住别人人家手就动不了了，人家是个保安啊，怎么都有练过一两下吧，你是个律师，你又不是那个叫什么 Dead Devil 是吧，你怎么能那么厉害是不是而且不只是这样啊，就是正常我们普通人如果打人的话，即使别人不反抗，你想一拳把别人就打倒，一拳就把别人打晕，这些要害的地方至少你要很熟悉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就是怎么说呢，在那个就是精神病院往外跑的那个过程中，他一个人好像制服了八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且可以很残忍的当时就开枪去打别人的关节啊什么的，这东西感觉好像不是说一个普通就是心理上稍微有点阴影的坏人能做出来的事情。而且包括后来就是他冲到那个黑人警察的家里面，你知道那个黑人警察有多壮，那特地把那胳膊反过来在沙发上给我们露了一个镜头，感觉这完全是一个肌肉型的一个黑人男人，然后在跟他搏斗的过程中感觉好像也是属于那种抓着他的腿，这个黑人基本上就是反搏的力气就很小了。而且在这个前面会出现就这种受害的这个女子啊会一下子被提起来，然后脚都悬地的这个样子，感觉这个首先这个隐身这个人的个子就会很高大，第二呢就是如果要是你能够把这个人一下子提起来的话，你双手的力气其实也是蛮大的。对啊，不是一个就是做办公室工作的律师能够打到的话，对，绝对不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么样一个人。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好像是也是怎么说在动作上给他加戏了吧，让人觉得好像是这个人物其实非常非常神秘。对，我就觉得这部戏它的就是 focus 一直放在这个女主身上，就是对其他人物的设计可能就是缺乏了一点思考吧，
你就觉得就是这些东西不太合理嘛。嗯嗯，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剧情的向前铺垫其实还是蛮顺滑的。就是毕竟这个导演呢，他其实是编剧出身，所以说他自己知道这个吓人的故事呢，他想怎么写，所以按照他自己的思路一点一点开始，从最开始的时候不相信自己的男朋友是死了，然后确认自己男朋友是死了，然后身边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然后突然之间意识到其实自己的男朋友没有死，然后再开始继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反抗，包括他最后中间从自己的那个警察那个家里面逃出来，然后回到海边的房子里面去，然后藏这件衣服，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就是向前铺垫的比较顺理成章的。我并不觉得细节方面可能是有一些不够精密不够周全的地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就是首先他一开始他听到这个前男友就这个男人有死了，他就是不相信，对吧？就是不相信。什么时候让他相信了？等他说有遗嘱的时候他相信了，等他说要给他钱他就相信了。你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编剧变得特别不好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首先你没有一个给他一个必要让他一开始就不相信，一开始就不相信的话就说明这个女的其实警惕性很高的，这个女的如果是警惕性很高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她安排她一听到有钱然后她就没有警惕性了，这样是很贬低这个女人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东西放在同一就是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做了一个转折的话，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嗯，你就选择一个，你要不就一开始他就已经相信这个男的是死了，你不要是后面就是提到了哦，他会每个月给你多少钱，然后这个时候他开始相信了，但是五分钟之前他还是不相信的，这个转折的太快，也许是电影比较短，就这方面没有太多时间去铺垫这个时候，但我就觉得这样执行出来不是特效果很好，是吗？嗯，我觉得像这个女人她。如果是已经是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是给自己的男朋友下药然后从这个房子里面逃出来，明显他在这个男人身边的生活已经是非常非常痛苦了，他被这个男人折磨到一定程度了，几乎是要发疯了，不然不可能设计这种局自己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这是这个电影的开始嘛。所以我倒是其实蛮理解，当你花了好大的心思计划这个事情，最后跑出来之后突然之间说这个男的死了而且是自杀死的，就是死了之后，就是这种人这样折磨别人的这个人怎么会突然间一转身就自杀了，这个事情让他觉得不可相信，我也觉得也不是不自然的，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要五分钟之后马上就相信了。有可能他就是导演就是或者是编剧着急开始进行下一个段落吧，因为其实这个片子最重要的地方是要给你这些悬念嘛，比如说像这个镜头就是照着门口，然后照着门口，那门口里面什么人都没有，但是因为他是隐形人嘛，所以说他就是站在这个门口，感觉好像是。但是我当时在看这个大屏幕的时候，我就是在眼睛就是盯着那个门口或者盯那个窗帘，就是感觉好像是不是应该能够看到一点蛛丝马迹，感觉这个人其实还在那里。我都给自己一种幻象，感觉自己像幻视了一样，就感觉好像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动了一样。但其实这片子其实就是拍得很便宜，他用这种镜头的这种手法。或者是就是在这个门框后面看你这个人在这个屋子里面走来走去，给你的感觉好像是一个人在偷窥，或者是这个镜头转过来之后就让你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人。所以说虽然说是$700万拍出来这么东西，其实非常低成本低造价的那个片子，但是它就是利用这个人看不见这个悬念这个手段嘛，其实还是做了一些梗。但这部电影到了后期的话就不恐怖了，就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隐形人他是靠什么东西隐形的嘛，已经看到那身衣服了嘛，就是这个我觉得是这种恐怖片的一个缺点吧，包括那个寂静之地是吧，我们也是一开始就是看不到那个怪兽的全景的时候我们是特别害怕的，真的一点声音都不敢出的，但到后面你已经看过这个怪兽的这个全景样子的时候，就是你的恐惧感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对，在之前的话我就觉得是好像是I am Legend Will Smith 的那部 I am Legend， 就一开始你不知道那些人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恐怖，但是当他抓到一个以后你就觉得一点都不恐怖了。对，这东西其实就是这样，很多这种片子其实也是当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你的想象和你的期待会让你觉得这个电影很紧张，
对吧？真正如果这个东西完全打开了，这个人物已经，你屏幕上的人物已经把自己的勇气给召唤起来了，开始跟他进行肉搏了，拿着笔开始去戳对方了，这个时候你感到的就已经不是恐惧和悬念了。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也应该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质量的恐怖片的一个死穴，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东西必然要把它打开。一旦打开了之后，大家看到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了，然后你就啊的一声，就会这样。通常来说，这质量不是特别好的恐怖片呢，它会用很多这种就是血腥的手段啊，或者这种 jump scare 这种东西啊，就是会让你的这种就是悬念紧张感拖得稍微长一点，或者在电影的最后一部分的时候，它会通过很血腥的视觉的东西呢，会让你觉得更恶心，把这个东西继续推下去。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些东西呢，可能是自己觉得自己还是逼格比较高啊，跟那些电影呢就是要拉开一点距离，所以说并不给你那些特别血腥啊、特别恶心的东西啊，就是表示一些鬼啊、一些肢体的，就是身体的断胳膊断腿这些东西啊，它没有这些血腥的视觉上的东西，所以说总的来说呢，就是一个思维上的东西，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悬念。这样就是等到这个悬念结束到后半期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推不太下去，最后就只能用这个剧情来转折嘛，就是最后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是造成这个男生就是最后真的是自杀了，造成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剧情上面的一个转折。那么那个地方你觉得就是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转折吗？对你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吧，我觉得就最后这一枪，我觉得就是没有打得特别的响亮，就有点闷的感觉给我。我觉得我对这个地方呢，就是可能是就是有点剧透的感觉，因为 Adrian 呢，他作为这个科技的研究人员，他说他这个衣服他自己做出来，他是应该知道自己的衣服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有几件，对吧？然后这个衣服呢，就是这个女人呢，在第一次回到海边房子的时候呢，她藏起来一件，藏起来一件。这个 Adrian 最后他应该是知道自己衣服少了一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衣服他先藏起来一件，他一定最后会用这个衣服做点什么。所以说，在这个餐桌上最后突然之间出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突然，但是我并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而且这东西让我就感觉它有点抄那个《无间道二》的感觉啊，就最后那个曾志伟就是出去要去面对那个黑社会老大嘛，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警察是帮着他的，警察要过来帮他的，但是其实他的准备，他那天去的准备就是要杀死他的，他就是要篡位成老大的，就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有点好像这个感觉有点抄袭的感觉，就是味道不太对，对我的感觉就是，就是最后他那个黑人朋友那个警察嘛，就是好像也很不认同他这个做法嘛，那就有点像那个黄秋生在那个《无间道二》里面就不认同他的做法一样的嘛，就是你本来就不是让我来窃听的，你本来就是计划是要杀掉他的，是吗？我倒是觉得其实是他是给自己留了一个 A 或者 B 的这么一个选择的，如果这个男的真要是一不小心说出真相了，那么就是其实不杀他也可以，但如果他是不老老实实说出真相的话，那么这个女人其实是当初是有计划，就是知道自己藏了一件衣服会要这么用。那么最后呢， Adrian 这个人物呢，虽然说是很牛逼很牛逼的这个人，但这个人呢最后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基本就是句号了。这个女人呢得到这个隐身的衣服，你觉得这个片子还会拍续集吗？我觉得就是你要拍续集，你就是要走出这个比较小的这个世界了，因为这部电影你可以看它的其实制作非常小，它在外面的镜头非常少，很多时候可能是用的 stock footage， 它有几个在车里面的镜头，有一个在饭店里的镜头，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在两个房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医院，基本上都是室内的戏，是不是？你要拍个续集的话，你让这个女的出去干嘛呢？是不是？然后就是我觉得不需要拍个续集，没有必要。我倒是觉得有点痒痒，因为说实话这个片子呢，我还真是不反感，我觉得看这个片子其实还真的是挺可以的，我倒是挺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格局稍微打开一点，但是很难免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好像你刚才说这个电影的名字呢本身其实就是对这个电影的剧透，那么这个片子如果是拍续集呢，这个续集的存在本身就应该是剧透，因为这个隐身的这个能力到了这个女人的手里面，她能够拿她做的什么事情，其实这个选择也并不是特别多，就像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说这种隐身人的这个片子也不是特别好拍，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呢，就是是不是拍各种各样隐身人的这个电影啊，都不会有什么正能量。嗯，除非他是那个超级英雄啊，是不是？而不是超级大反角是吧？嗯，对啊。如果老张，如果你要是隐身人的话，你会用你这个隐身的能力来做什么事情？不知道，肯定是出去偷窥一些什么东西吧，知道别人的秘密这一类的东西喽。还能干嘛？ 对不对？就因为我问身边的人，我说如果你要是可以隐身的话，你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大多数的人的最开始的反应都是可以去偷东西，嗯，第二就是说可以去偷窥。这总而言之，这个隐身给就是这个超能力啊，咱们说超能力特殊能力吧，就是隐身这个特殊能力带给人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些违法的罪恶的东西，而不是那种非常有正能量的东西。嗯，比如像如果要是你力气很大，你可以一拳打穿这个墙，或者是你可以就是拿枪或者拿石头扔得特别准，就类似这种东西。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你说啊，你有这种力大无穷的这种能力，你会用它来做什么事情？很多人会说，我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好事。隐身这个东西本身好像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阴暗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私的。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是有我们知道的超级英雄里面有什么人是有隐身能力的吗？就是 Fantastic Four 里面的那个Susan Storm 是一个，然后那个Incredible 里面的那个小女儿是一个，对吧？对，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就是留给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了。如果要是说你可以隐身，可以隐身一天，有这个能力的话，你会用这个能力做什么事情？可以在微信区里面或者是留言区里面留言告诉我们，跟我们讨论这个事情。那老张，你给这个片子打个分？我给他打个2吧。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能够把这个名字改掉的话，这是一部很不错的一个片子，但是因为这个名字的限制，让我们就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框架去看了，所以就是没有完全享受到这部片子想带给我们的东西。比如我给这个打分也是2，我觉得从这个恐怖片这个板块里面来说，这个片子其实算是一股清流了，就是他在立意上，他在设计上，其实都不走下三路的那些东西，并没有使用一些比较恶心的东西啊，或者什么的来比较廉价的赚取你的悬念和眼球。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拍得很干净，挺舒服的。就是说，唯一缺点就是说，像你说的这个剧透太早，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在看的时候只能看它的执行，而不能真的给你带来什么惊讶和惊喜。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是在电影院里面看的，所以说我在电影院里面看这个东西，视觉上面和声音上面的冲击的相对来说比较充分，所以说我对这个片子的印象相对来说就要好一点。嗯，那么你觉得这个导演啊，他在下一步会不会得到稍微多一点的成本去打造一部稍微能嘚瑟起来一点的电影呢？因为他现在目前为止他这个片子都拍得这么便宜。我觉得会有，就其他的电影公司会找他去拍电影吧，然后那些电影公司他们就会投更多的钱了嘛。因为你要想，就是漫威的那些导演在拍漫威电影之前，他们也都是拍小电影的，是吧？Russo兄弟都是拍喜剧片的，然后一下子就拿下了这个复联啊什么这些，对哈，对，很希望他能够在下一个电影里面得到稍微多一点的成本，就是能够演示一下他到底能做什么大戏出来。其实他可能在打造他自己的超级英雄世界啊，是不是？这个女的拿了衣服以后就变成隐形人了。上一部的那个Upgrade 里面那个人物，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看 Upgrade 的时候就有点看那个毒液的那个感觉一样啊。其实他在拍的都是超级英雄吗？你不觉得？对，有点。然后他们下一部的话应该拍出什么东西呢？让我们等一等。我到现在对这个导演的话，挺有兴趣的。我觉得连续两部片子都让我觉得可看性比较高，这个人的整体他的水平基线就放在那里了，他拍出来的东西应该都不会特别差，现在应该还是在事业上升期。那我们再看看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新闻。首先呢，是老牌导演 George Miller 正在计划筹备《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 第五集的拍摄工作。这部系列的第五集呢，据说应该是第四集里面那个特别招人喜欢的女性角色 Furiosa 的外传性质的故事，时间上应该是第四集故事的前传。Miller 呢，目前正在与 Anna Taylor-Joy 进行角色方面的交谈，希望她能够组队加入。这条新闻其实除了 Miller 现在在跟那个 Anna Taylor-Joy 在谈交谈，
其他的都是这些就是新闻媒体他们自己去猜测的东西，就是根本没有人承认说就是他要拍这个，就是 Anna Taylor-Joy 会拍那个 Furiosa 的小时候这个东西，是不是他可能是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拍一个就是其他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色都有可能，而且他们谈了以后他是不是就是接受了这个东西也没有说，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去猜测的。为什么大家去猜测呢？就是首先大家对这个演员非常喜欢，对这个导演非常喜欢，对这个角色非常喜欢，所以他们就会去猜测啊，如果是这个小女孩的话那肯定就是个前传了，那故事的话就是在这个第四集之前咯。但这些都是不一定的，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的教父第二集，它是个前传吗？它是个前传，但是它同时这个故事还是一直在往后面进行的，是不是？所以它可能同样是个续集也是个前传，都不好说。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去猜测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吧。而且就是你知道 George Miller 不是之前还要告那个华纳公司吗？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拍得出拍不出还是个问题呢，是吧？我就是觉得很奇怪这一点，就是一直我以为不会再有五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说就是疯狂麦 Max 四的时候，因为存在这个就是好像是没有拿到奖金的这么个问题，所以说George Miller 一直在跟电影公司打这个官司，所以说感觉好像这个关系其实已经闹得挺僵的了。我对 Mad Max 5的这存在其实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说现在看到这个新闻呢，我也是觉得好像是大家对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希望它能够存在，而并不真正是实锤有什么真的证据，会有什么真的真相。你希望能够看到 Mad Max 5吗？不知道。我很喜欢 Anna Taylor-Joy， 我更喜欢就是我更希望能看到他在更多的电影里面出现，包括这个 New Mutant 这部电影我们是已经是等了很久了，是吧？我估计马上就要上流媒体了。OK， 下一条新闻呢是神奇动物3原定计划呢是下一周开始启动拍摄工作的，但是目前这个动作呢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被叫停了。演员 Dan Fogler 在被采访的时候说，这第三集的故事呢定的时间呢是1945年，剧情呢是向一个魔法界的世界大战发展，会有很多精彩的人物和战争的这个亮点。这部电影呢目前预定是2021年年底上映。老张，你觉得神奇动物三期待值会很高吗？我觉得就是从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啊，我可以想象它可以拍得很好，它可以把这个魔法界的世界大战和真实的这个欧洲的世界大战联合在一起，可以把这个场景拍得特别的大。然后就这个场景有，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有坦克啊，有魔法这种东西出现，可能就已经有点超越了那个这个终极之战里面的那些大战了，那些感觉了吧。但是我又想这个 J.K. Rowling 他写不出这东西，就是你看所有的哈利波特这些东西，他没有跟历史性的东西有任何的交集。他虽然上一部电影里面有带到过说人类的这个世界大战一啊什么的，就是注定了这些人类是要灭亡的什么什么的，是吧？但是他真的就是没有跟这个历史事件有任何的挂钩，所以我觉得就是J.K. Rowling 写不出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拍不了这个东西。所以说其实就是大家美好的愿望，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还是跟二战的这个时间切在一起的。我觉得如果就是说他是描写这个魔法界有什么事情的话，你不跟这个历史真实事件有所结合也是不太容易的。但说实话，神奇动物2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蛮失望的，我其实对3一点都不期待。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把这个，因为神奇动物本身它其实是一本像目录一样的那么个书嘛，其实本身是没有故事的，所以说这个故事本身呢在这个神奇动物的名头下面你想怎么写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二拍成那个样子让我觉得其实对3、4、5都是期待值很低。现在呢感觉好像是他就是这么说，也感觉好像是有一点炒作的原因，因为这个片子现在拍摄已经停了，然后电影预定上映的时间呢估计最后也会被延迟，所以说其实就是有点蹭热度这个原因吧，就希望能够大家把这个热度保持下来，而不是说就突然之间就变凉了。因为你对之前哈利波特什么的你也不是特别在意嘛，但是有很多粉丝的话他们就是等待着要看这个 Dumbledore 和这个 Grindelwald 的这个世纪之战嘛，
所以很多人是很期望看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把人类战争和魔法战争混在一起的话，真的是特别大的场景啊。嗯嗯嗯，希望他们能够做得好吧。第三条呢是Patty Jenkins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透露，说他当年呢在雷神二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呢中途退出，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啊面对的这个剧本呢有很多质量问题，自己感觉无力回天，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他说呢当时是觉得如果是电影一旦失败了的话，那么电影行业就会因为他是一个女性导演的身份而怪罪于他，说你看你把这么大个电影交给一个女导演来做，现在做砸了吧，结果呢就会冲击影响他今后作为女性导演的这个电影机会。老张，你对他现在这个发言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他太在乎自己作为女性导演的这个身份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导演你拍坏了一部东西，别人就是觉得你导演做的不好，而不会是因为你的性别然后来怪罪你。就像我们看这个猛禽小队，我们觉得拍得很烂，但是我们怪罪这个导演的时候不是怪罪她是个女性啊，完全没有啊。我听了所有的这个影评，没有一个人就是在骂她因为是个女性她不懂怎么样去拍这个东西，只是说她作为一个文艺导演可能不懂得某些东西，是不是？我们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Patty Jenkins 就是对自己这个女性导演这个身份特别那么在乎，然后会觉得所有人是因为她是个女性导演失败而不再给她机会，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稍微有点无厘头吧。嗯，他现在神奇女侠呢1984呢马上就要出来了，或者是说不定会延迟一段时间，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呢感觉好像是也是对自己的1984其实是有相当大的信心，多多少少其实是为了给他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打铺垫的。嗯，我倒是不太看好下一部神奇女侠。为什么呢？不知道，反正预告片到现在没有给我看到任何就是特别闪亮的东西吧。我觉得可能神奇女侠在出现的那个时候正好是 DC 的一个低谷，就是那个 Batman vs Superman 还有那个自杀小队都是影响不是特别好，然后这部出来的时候就给了他一股正能量的感觉，所以那是一个时机。然后现在这个时候 DC 其实都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是吧？在小丑后面你做这个东西啊，当然这个东西是排在猛禽小队之后，说不定还是可以看一下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啊。嗯嗯，我觉得神奇女侠大家现在对她的期待值上来了，因为神奇女侠而变成一个就是强劲的女性的这个新的代言人形象啊什么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片子呢如果你拍的一般的话，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比期待值要低。其实第一部神奇女侠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还是 Zack Snyder 的功劳，因为 Zack Snyder 在那个 Batman v Superman 里面让神奇女侠特别的惊艳的出现，让大家特别期待去看她自己的个人电影。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还是老规矩，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多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分享在你的朋友圈、微信群、你的微博上，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跟我们来一起讨论电影。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苹果 iTunes Podcast、 Google Podcast、 网络语音音乐 Spotify 以及 Stitcher 上面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Movies and Chats。对于我们的电影或者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话题讨论，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跟我们留言，或者加我们的公众号大话说电影，从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可以取得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可以在微信群中跟我们24小时不停的讨论电影。嗯，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133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我是老张。我们下周再见。下周再见。